好啦，我哋继续翻嚟啦吓，咁你咧呢一节咧，我哋会讲得更详细，就讲到呢个分配应许之地里边嘅情况嘅。好，我哋继续落去啦，就咧分配应许之地啦，同埋各支派点样得地啦。头先我已经讲咗好多啦，咁呢度有几个表啦，咁啊有好多颜色啦，咁啊好方便大家睇嘅。咁啊见到咧，以色列十二支派系根据约书亚记里边所绘制嘅。咁亦都有英文版啦，好啦，咁呢个版本亦都睇得相当清楚嘅，因为佢粗线咗咧就会亦都容易睇嘅。好啦，咁啊分配应许之地就系以色列人咧得地为业嘅故仔，400多年前嘅应许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咧进入迦南地，就将呢个地咧赐俾佢哋为业。呢个系神喺400多年前咧就对亚伯拉罕咧嘅应许嚟嘅。咁当年咧神呼召亚伯拉罕同佢立业。立约啦，应许要将呢个迦南地咧赐俾佢嘅后裔为业嘅，所以迦南地咧系神应许嘅记号，只有咧所应许嘅子孙先能够承受嘅。咁啊，亚伯拉罕咧就系多国之父啦，就好似咧阿拉伯啊人啊、米甸人啊、以东人咧，其实都系佢肉身嘅后裔，但系唔系代表住咧系所应许嘅后裔喎。咁我哋都睇到罗马书都系讲呢样嘢嘅。咁啊，神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咧就系传俾以撒，以撒再传俾雅各，雅各咧就系以色列啦。咁佢有12个仔嘅。咁而呢十个仔咧，就代表住之后嗰十个支派啦，就系流便啦、西面啦、利未啦、犹大啦、以撒加啦、西布伦啦、大啦、拿弗他利啦、加德啦、亚切啦同埋约瑟啦同埋便雅悯嘅。咁其中利未支派咧就系被分别出嚟侍奉神啦。咁利未嘅份咧就俾咗呢个约瑟嘅。咁约瑟咧就有两个仔，就系马拿西啦同埋以法莲嘅。咁啊承受神嘅应许之地。咁啊神咧就嘅应许咧已经实现咗啦。咁以色列人咧亦都承受神嘅应许之地咧为产业。约书亚率领咗以色列人咧，就进攻呢个迦南地啦，就都战胜咗迦南人，杀晒啲王，所以咧佢完成咗佢嘅责任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咧嗰啲地咧，将嗰啲地分俾各个支派，咁但系各族各家咧就必须担负起自己嘅责任，就将其余嘅迦南人都赶出去，先至能够咧得到嗰个地为业嘅。咁啊，正如耶稣基督嘅救赎啦，我哋就有盼望啦，可以得着神所应许嘅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。为我哋存留咧喺天上嘅产业，咁啊呢度咧亦都睇到就系讲到使命咧同得地，咁啊呢个叫一二三四啦。首先一咧就系未完成嘅使命，第二咧就系分配应许之地，第三咧就系约大河东嘅地方啦，第四咧就系迦勒咧先得地为业嘅。好啦，咁首先咧就讲到咧未完成嘅使命咧就系包括未得之地啦，同埋占斗分地啦。未得之地。就是当中咧，仲有未灭之民啊！南部咧有腓利士人啦，北部有西顿人，山地里边有迦南各族，直到咧大卫时代，呢啲人咧先至被以色列人咧就完全所征服。咁咧就系咧神咧唔将佢哋速速灭绝，恐怕嗰个地方荒凉，野兽多起嚟咧会伤害人。咁第二咧就系神要试验不曾打仗嘅以色列人啦，令到佢哋学习未曾知晓嘅战事嘅。第三就系征战咧，虽然未能完全得胜，但系仍然可以安享太平嘅。咁只要咧同神同行嘅话咧，亦都要需要咧谨守神嘅诫命。好啦，第二啦就系要分地啦。约书亚叫以色列人分地嗰阵时咧，每一个神嘅子民都有份嘅。咁各支派嘅人咧都分到咧产业嘅。咁但系咧要得地为业咧，就必须起嚟征战。只有得胜嘅先至能够咧得地为业。好啦，咁之后咧就讲到分配应许之地啦。咁首先讲下分配嘅地方先。咁啊，约大河东嘅地方咧，祖先咧就分咗俾流便啦、加德两个支派啦，同埋马拿西半个支派嘅。咁约书亚所征服嘅约大河西嘅地方咧，就分配俾其余嗰九个支派啦，同埋马拿西嘅半支派啦。咁利未支派咧就系蒙召咧就侍奉神咧，就冇得地为业嘅，就散住喺12支派里边。但系耶和华本身就系佢哋嘅产业啦。咁啊，约瑟咧得长子名分，所以咧可以得到两份。咁啊，圣徒咧就喺基督里边咧名录喺天上边。就有天上同埋地上嘅福分嘅。好啊，咁我点样去分呢？咁啊，旧约时代咧就断事嘅方式，就表示咧唔凭人意，拉由神嚟决定嘅。咁既然系神所预定嘅，就好似我哋得天上嘅产业啦，都系照神嘅旨意所预定嘅。好啦，跟住落啦，约特行东之地啦，河东嘅地方咧就有三个支派咧，就系流便、加德同埋马拿西，其实系半支派啦。佢哋都系咧肉身嘅长子嚟嘅。佢话佢哋咧贪爱眼前美好嘅事物啦，见河东嘅地可以放牧，放牧嘅地方啦，所以咧佢哋原本就唔想过呢个约旦河嘅。好啦，所以睇到咧就系属血气在先啊。圣徒咧被更新之前咧，
就唔係屬血屬屬靈在先，而係屬血氣在先啊！咁呢啲地咧就係以色列人咧仲未過約旦之前啦。咁啊，摩西咧就俾咗佢哋。咁約旦河東之地就係流便啦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咁啊，因為咧雅各嘅長子咧就因為污穢咗父親嘅床而失去咗居首嘅福分。咁啊，加德就係因為咧雅各嘅妾咧，色帕咧嘅長子，咁啊喺曠野行進嘅時候咧就同流便同隊。第三馬拿西就是約瑟的長子，但是雅各在祝福的時候就立以法蓮就在馬拿西之上的，但在分地的時候馬拿西就分到約旦河東西兩岸的地，表示長子是多得一份產業的，所以他的土地其實是超級大的。好啦，加勒呢就是先得為業，先得地為業，他就是第一個要求得地業的人，他要的地方就是希伯倫，咁呢個地方咧就同個列祖咧係有關嘅。好啦，咁啊加勒咧就專一跟從主啦。咁呢度之前講過啦，唔多講啦。咁佢咧亦都要想滅盡咧就亞納族嘅。希伯倫咧原名就基列亞巴，就係亞巴之城，住有咧亞納族咧巨人啦，同埋寬大堅固城，係唔容易攻嘅。咁啊加勒咧就專心跟從主啦，唔單止贏咗，仲要得到嗰地咧為業嘅。好啦，咁啊奪得咗希伯倫啦。就是咧，其實相交嘅意思就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係住喺嗰度，亦都葬喺嗰度嘅。聖徒將來進到新天新地咧，就都係永遠與主同在咁解。好啦，咁啊後邊咧亦都講到就係講到點樣得兩份應許之地嘅支派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講到呢度先，我哋陣間翻嚟咧會講呢 part 嘅。